借由提问与回答，也能够展现自己的深度与广度。大量深奥的佛学典籍，靠着自己的修习，恐怕很难将他们完全的记住。所以辩亲这种互相问答促进的方法非常有利于修习，同时也是除了转世灵童之外，学习生依次升级到高深的途径。从而奠定和巩固了人民逻辑思维学说的地位，从而使人民逻辑学习变质化，成为藏传佛教寺院特有的文化。在藏区比较大的寺院里都设有辩经场，每座寺院按自己的基本情况安排辩经，其中拉萨三大寺最为著名。那么有些人会问，辩经辩的是什么呢？那么辩有什么意义？对自己的修行有帮助吗？那么前贤大德们是这样回答的：佛陀讲经说法，转正法轮，因众生根器不同而有深浅诠释的差异。辩经的起手式是拍手，每次提问时先后退几步。拍手有两个作用，一表示我现在向你提问，请你赶快回答并致敬；一个是要在气势上射受对方，答辩者要集中精力，充分展现自己的口才和学识。十方新闻归文徐建义高雄采访报道。